现在我在电影的地方，地方是秘密，所以我不可以允许你看到这个地方。但是我就想说，我想念我的朋友，我想念我的电影朋友，我想念中国，我想念这个人生，我最想念老干妈。我会给老干妈，可能四个小时以后我会拍其他的视频关于老干妈，我很兴奋。